青海争霸，自动开关之战。快十一点了，阿海还是精神奕奕。阿海该睡觉咯。收起来，要睡觉咯。终于可以睡觉了。啊呜。慢慢喝哦。啊呜。喝慢一点哦。啊呜。小心喝哦。阿海就这样连续嗷了几次，嗷！你要水还是要 pad？ pad？ 小朋友不可以那么晚睡，明天才可以再玩。睡前的斗志，小青胜一。